啊，诸位爱卿，俺南国近来时间宝贝，心上言明，咱朝若认出此宝来历，他国为下，咱国为上，若不能认透此宝，兴兵要夺中原，诸位爱卿快快认呐！哎，臣能认出一日哦，陶爱卿快快认报，万岁！只因前天微臣在此花园散步，偶然遇见一位道长，对我演讲。俺南有宝锦上朝中无人认识，现有宝书一本交付于我，因此臣来认宝。此山名为传金宝山，这第八主山名唤日月乾坤宝山，第二八宝山叫做五龙凤舞山，第三把叫做五雷霹雳一山，第四把名唤四方阴阳山，第五把名唤五方水火山，第六把路人凤雄山，第七把叫做七窍镇妖山，第八把名唤八环连环山，第九把名叫九宫八峰山，第十把名唤多大兵啊，陶万庆，你既知道十八宝山的名字，你可知道这十八宝山处在什么地方，何人所造，有什么鬼畜啊？万岁，请安听。任宝书上写的明白，此山处在唐朝年间，孙行者大闹天宫一十二年，是那我的玉皇大帝心烦意乱，忐忑不安，太上老祖杜本命九位仙女造成九八宝山，王母娘娘造一把主山，共活十八宝啊。陶万庆，你既知善之来历，你可知用何物造成啊？万岁，请我听。此宝山是用天象牙刻骨，梭罗树刻的善密，天子至善面，在天空摆下十个阵，镇压孙悟空，怎知那孙行者会七十二变，变了一个小小飞虫飞进阵内，将那十八宝山盗出，失落安南，如今出世进到我国。啊，陶万庆，此山有什么鬼畜啊？万岁，请我听。想看此山高大发台，方圆四十里无人，只能看山如入不然，无故看山苦中霹雳一声，风山山一倒，与河水干，山那崩。